他说，哎，可以用奶精，可以用，可以用奶精，也可以用那个电子。这个，你搅的时候要把它插到底，再去搅，你才知道下面有没有，就是这样每一个都搅，你才知道有没有粘在底下。粘在底下焗焗喽。对，粘在底下就会烧焦，这样。然后哦，有在滚，有在滚。所以今天的火力比较强，对不对？这个好用的，老师。你看我们这边，我第一周就摆来了。这个垫子可以拔掉。有没有用？就用这个，还是那个不好用？它不会叫。啊，你已经设定完那个了。它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好像没办法让它叫。哎、欸，我坐着的地方有颗电池，跟这个同颜色，在我坐着的地方。对。看一下我笔电后面有一颗电池，要一直搅还是让它降就好？然后再盖下来，再让它滚。我闻到那种黑糖的香味。哎、欸，老陈，我们下次来卖这个好了。学姐指导来了。有了。老师，你买这一个多少钱？二三十块吧。那差不多。